且怎么会看上他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跟爸两根筋搭错了，要介绍我们认识。所以你现在是已经在后悔了吗？也晚了，就自己吞了吧。欲言又止，也不想办离婚了，就是吞下去，是不是？吞了吧，因为总有一天他会走得比我早。你们差，我们差跟你八岁，八岁，禽兽，八岁，十八岁，禽兽，你可以生出他哎，我这样讲觉得我大十八岁，不觉得怎么样？你要想到我这个要去当兵，他才出生，就觉得很可怕。你当时追他的时候，他几岁？21吧。没有啦，没有吗？我在工作的时候，25、26，然后他那时候是30。不对，40，就大概18，因为40，因为他是我第二婚嘛，所以一婚是一婚就差比较近，19，你真的是19啊？